Hello， 大家好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134的节目。今天的节目呢，我们又来做一个开箱。当我收到这个顺丰的这个推送的时候，显示它已经在香港准备发往纽约了，所以我赶紧和这个顺丰联系，也和之前的这个众筹厂家进行了联系。所以呢，几经辗转啊，我终于拿到它了。所以我今天赶紧来打开看一下。抱歉，我已经暴力把它拆开了，我是等不了了。OK， 今天就赶紧给大家看一下，这里面有一个按钮，我按一下是不是可以把它翻折开 ？OK， 好，它大概就是这样子的。OK， 啊，这里的话好像有一个锁定啊，这边切啊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如果把它这个两个锁定打开的话，可以看到它这个就跟这个。我们传统的这个 Osmo 的这些这个三轴平衡器就差不太多了啊。它这个下部的话是有一些按钮，所以整体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啊。第一的感觉还是比较轻啊，比之前的 Osmo 的一代要轻很多。那另外的话，大家是送了一个这个小的脚架啊，这个其实有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有必要啊，这样的话就比较方便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固定在这里啊，转一下。有一个这个看起来是收纳袋，充电线啊，哦。它还配了很多，这根看起来像那个音频的转接线啊，3.5毫米对3.5毫米，然后有一根这个弯头的这个 Lighting 和这个 USB Type C 啊的一个转接线，另外有一根充电线，它充电线 USB Type A 到 Type C 的。看起来已经 OK 了啊。现在是，已经可以正常拍摄了。